劳工局办理四场就业准备暨生涯卡讲座，协助求职者探索能力优势，打造专属履历。为打造黄伟哲市长希望家园的施政愿景，劳工局经111年新推出履历健检暨职业适性诊断计划，同时针对社会新鲜人、弱势求职者或二度就业者，办理四场就业准备暨生涯卡讲座，经9月16日来到新营区营的创新育成基地，邀请到张雅萍諮商心理师来讲授职场面面观、求职不卡卡，教导学员如何运用能力亮点卡，探索自己的优势，做一份属于自己的职涯规划清单及优质履历，并加强学员面试技巧及求职常见陷阱，让求职免烦恼，就业更顺利。劳工局王新基局长表示，现今就业环境变化快速，职场上有工作被淘汰，也不断出现新的工作及职务，许多初入职场的青年或弱势求职者、二度就业者想寻职或重返职场，往往无法掌握就业市场趋势，或发现自己职能不足而无法顺利就业，因此如何提升自己的工作职能是很重要的。王新基说，在求职过程中，个人履历是企业对求职者的第一印象，如何让企业主觉得你就是他要找的人是很重要的，因此如何撰写一份好的履历表，关键因素就是撰写履历前要了解自己的优劣势，设定求职目标，并了解企业文化与职务所需的能力及条件，来呈现个人亮点，才能顺利取得面试门票，进而顺利就业。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主任梁伟玲表示，就业准备暨生涯卡讲座透过活泼有趣的玩牌方式，带领学员们在进入职场前了解自己的职业兴趣和能力，提升履历撰写能力及面试技巧，并检视自己的就业方向，提升自己的职能及竞争力，未来进入职场顺利求职成功，稳定就业。民众如有履历健检及职涯咨询服务需求，可电洽06-312-5881分机18李小姐，或向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即所属就服台洽询，电话06-633-0820，将有专人提供服务。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也呼吁即将走入社会的新鲜人或是转换工作的朋友，要做好求职前三大准备：面试前事先告知亲友面试的地点，或请亲友陪同，检视欲应征公司征才广告内容是否合理，主动搜集征才公司的资料，检视自己要应征什么行业、职务。应征时间守七不原则：不缴钱、不购买、不办卡、不签约、不离身、不饮用、不非法工作，并多方查证及提高警觉，避免误入求职陷阱。以上是大北门新闻网报道。